器，在做木材相关事业的，就是我们的巧胜先师。洪公先师就是打铁的，打铁的，爱用炉来烘这个咱这铁啊，打铁的，就是咱这的洪公先师哦，吼。我今阵代表咱下罗书团这边参拜，就是来祝咱台客天晚霞大溪玄元社吼，一个大优霞，跟这里下吼，大优霞吼，咱今仔日大优霞，嘛是咱台客吼非常非常悠久的这个石头吼。以前听阿公说过吼，大有社为什么叫大有？听说大有社最有钱，都是有钱人的社团吼。那么大有社当初吼，他在创立的时候，因为都是一些比较中产阶级的人员吼来组成，所以说在我们今天大有社吼，有很多很多都来自我们地方上的士绅，包括我们有同济会，我们有很多很多非常多的我们在生意上有成就的一些老板，都在我们的大有社。那么大有社吼收红书，大有社收红书的文主，就是咱的王天君，跟咱王天君姓噶吼。那么王天君姓噶，也是保庇着咱大有社所有社员出入平安，跟咱红书文主哦。
来摩托车辆，请你们小心好吗？贴到人多的地方，请你们要放越慢，不要一直紧张，一直往前冲啊！我们的神将在餐里，你们一直往前冲，你们不但会造成自己的困难，也会造成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麻烦。并恭祝大友社社运昌隆，奉天君关圣帝君神威显赫，庇佑咱大友社全体社员阖家平安，南天百福，福如千祥。来，有福咱就好吼，有福咱就好。来，三进体吼，就着咱大体咱的大礼吼，就是三进体礼，三进三体吼，咱的神庙昌庙来恭祝。咱的启动正路主团，会当迎驾万万顺情。